队又一个响断成功，后卫集结一个大脚解围，把球踢到了边线。上半场踢了将近二十分钟，目前场上比分2-0。20号，这球被抢断成功。18号控球，快速靠过来了，再扣，可惜被红队的17号把球给断走，直接把球踢到了边线，获得一个接位球。蓝队，这球传回来，97号交到底线，一个挑传，头球过门。传球传的线子很漂亮，可惜头球过门没有压好，直接把球给顶高了，错过了一次进球的机会。关系队，红队，好球传过来了，15号瞄下，漂亮，假动作联系彩蛋车，这球勾过来了，传出来，靠脚跟打门，可惜被守门员挡了一下。后卫直接断走，15号快速反击，接球又传丢了。蓝队，97号交到底线，后卫直接出脚，快速的出脚把球捅出了底线角球。把球交到后点，10号控球，一脚打门，直接打到了防守队员的屁股上，接球直接输了边线。现在蓝队获得一个界外球，各位球迷、各位朋友，现在收看的是万宁长风足球基地。守门员又来了，又是用身体，好球抹过来了。10号蓝队3-3、4-3，一脚打门，再打，守门员连续的两脚把球扑出来，再打，守门员表现非常神勇，红队的守门员表现非常神勇，连续的扑出了对手的三脚打门，由着17号一脚打门，守门员拍了一下，直接把球挡到了底线，角球。获得一个角球，把球传进来，接球又被红队抢断成功，抹了一下，接球再打，稍微挡出来。来，现在蓝队进攻。蓝队打反击，可惜球传大了，守门员出来了，带球出来交给了12号，连续的把球控住，好球，把球踩回来交到边上，15号这里传球过来了，17号还有球还在脚下，面对97号，17面对97过了，直接用个身体，身体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，身体直接把他撞翻在地，接球犯规了，97撞飞了17。各位球迷、各位朋友，上半场还有最后的6分钟。上半场比赛马上要结束了，跑过来用身体顶住，球传出来，直接传到了守门员的怀抱里。蓝队打反击，抹过来了，打门，守门员倒地，直接把球给抢到，接球又出界了。守门员22号表现稍神，比较神勇，连续的扑出了蓝队的进攻。这球出界了。
各位球迷、各位朋友，目前场上比分创造红色球弧的红队，这球还在界内，守门员又直接把球给没收了，把球交出来。77号，蓝队想断，十号控球，底角往前送，可惜这球没有配合好，直接传到了界外。这球又传丢了，红队又把球给传到了蓝队脚下。再是一个响断，十五号控球，一个垫脚把球往前送，一个转身，可惜守门员已经站在原地，直接用身体把球挡了出来。十八号把球停好，一脚打门，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脚上，直接出了界外。蓝队控球，22号瞄下，这球直接传到了对手的脚下，这球又被抢断成功，好球又打在了守门员的脚上。红队发起进攻，走边，77号一脚捅射，球又进了，77号直接从后场带球，直接一个脚尖一脚捅射，球速很快，场上比分变成了3-0。万系红队3-0领先。后下18号抹过来了，守门员接着出来，又把球给断走了。红队把球交给了他的核心15号，再坐一下，他们两个在玩，他们像巴萨那样在玩。15号一个好脚跟把球给传回来，再倒给守门员。11号控球，坐一下，走边，好，套到中间，又是打门，守门员站在原地，直接用手把球给拍了下来。红队现在围攻蓝队，又是打门，一个外脚被打门，可惜没有打在球门范围内，打到了界外。万旭队现在由蓝队控球，蓝队进攻，21号控球，这动作假动作晃下，交到了21号脚下，好球，面对守门员捅一下，直接捅在守门员的脚上，第二反应很快，直接把球给没收了。现在红队控球，11号走中间，这球交过来，又是77号，故技重施吗？把球传过来了，15号瞄一下打门，这球又打偏了。上半场比赛结束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休息一下，我们下半场再见。各位球迷、各位朋友，上半场已经结束了，万旭红队3-0领先于蓝队。
各位球迷、各位朋友，本场比赛的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本场比赛由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红蓝大战。上半场红队3-0领先。你们收看的现在是万宁长风足球基地六人制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，由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红蓝大战。目前场上比分红队3-0。红队的守门员22号上半场表现非常神勇。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，率先下半场由红色球队万旭的红队率先发球。目前场上比分3-0，红队3-0领先。这球没有传过来，蓝队这球又传丢了，胸口把球卸下来，77号把球交给了守门员，一个外脚背传球过来，11号又把球做给了3号，11号控球找到边上，77号一个挑传，这球可惜没有传好，直接被后卫抢断了。22号，这球传过来了，10号控球，把球踢好，晃一下，假动作再晃，一脚，这脚打门没有打上力量。漂亮，77，又是一外脚背，直接打到了边网上。蓝队控球，22号左边，一个下底，快速下底传出来，18号把球，又被红队直接把球捅到了界外。6号把界外球发的交给守门员14号。18号。这球没有传过来，靠回来，把球交给守门员。18号控球，靠下，球还在脚下，这等队友上来接应。这球直接传丢了，这球没有控制好，脚法没有控制好，直接传丢了。各位球迷，现在收看的是万宁长风足球基地六人制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。红队瞄下11号，把球传过来，一个挑射，被守门员出来，直接单手把球给拍了下来。22号带球向前，假动作，散弹车挂了一个，交到底线，18号转身，可惜转身这球转过来了，可惜球没有控制好，直接出了底线。红队打反击。12号交到3号脚下，这球传过来了。15号控球好，漂亮，过来了。3号一个妙传打门，这球又稍稍高出了横梁。由77号完成了最后一脚打门，可惜球打高了。蓝队22号传过来，可惜这球被抢断成功。交出来，77号，还有球还在脚下，漂亮，过了一个，11号，又交给了77号，靠回来，11号，可惜这球没有停好，15号控球，假动作，这球手球了。
各位球迷、观众朋友，现在收看的是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。目前场上比分，穿着红色球服的万旭足球队，红队3-0领先。三个人上了围墙，球还在脚下，这球直接出了界外，把球传到了对手的脚上，打反击。18号把球踩回来，瞄一下，想打门了，传过来。好位，直接在门线上把球捅了出来。一脚吊门，守门员轻松的把球拍下来。